老板，对不起啊！擦不干净了呀。那你拖鞋让我帮你洗了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戴上耳机，不知道你在后面。哦，被我抓到了吧？幸好门没关好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我可以解释的，不用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不是妈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呀，我都看到他脱你衣服了。我没有啊。哎呀，妈妈都年轻过，我懂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都明白。我儿子呢，虽然平常有点高冷，但眼光绝对不差。来，让我猜猜啊，你是跟他一见钟情的哪家千金小姐，还是说跟他相爱相杀的对家总裁？ 还是说，是跟他藕断丝连、带球回来求复合的前女友，不管哪一款，我都有心理准备。哦，阿姨你好，我叫陈瑶，我是钱律的助理律师，在均衡工作。哦，是抱大腿上位的女配人设，也行，我也有准备的，没事儿。 明天中午，在这个餐厅，记得一个人来。啊，这。